就现在开饭店，你没点特色是真不行。以前炒菜用的是灶台，现在用的是竹筒。不过说真的，大哥，就你这么整，我感觉我吃不下去。可不是嘛，就现在你店里没有特色，都生存不下去。看到没，饼还是原来的饼，再加上82年的巧克力，这就是本店的特色。我再让你看看我们店的拉面，那才叫一个绝。我也不是在这给你吹啊，一般人他还真拉不了这么粗。要说起特色嘛，那我必须让你看看我们店的奥尔良鸡翅，细皮嫩肉，而且还有手香味儿。我就说嘛，我们店的手香味儿那可是一绝，一般人他还真模仿不了。真的我回家模仿了一下子，那把我手烫的都赶上兄长了。就你们店那个还敢叫特色，那我们店这个就叫无敌，铁砂掌。